OK， 好。是有需要问军方那边的代表人。没关系，我先回答这里。其实哈，当我儿子跟我讲说爸爸对不起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儿子哦，其实他没有怪罪任何一个人，所以说他是用感恩的心，跟我们一样用感恩的心来看待这一件事情。所以说也谢谢大家哈，帮我儿子加油机器，真的很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看到这件事情，我们会感谢每一个人，哦，感谢每一位的医护，那医疗人员和军方的人员，而且在那时候，很多全国的民众啊，还有包括住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些华侨，都写信来安慰辽国。所以说我真的在这里真的是这种心中的充满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记者先生一直都在关心梁峰的病情的发展，所以说这里真的很谢谢大家，谢谢。